童话主题开始，大人细蚊都冧。起身啦，起身啦！点解啊？Hey, wake up, wake up! No. Why? Wake up! Hey, sleep, sleep. 咁如果我带你哋去见白马王子咧？一只歌，一只歌。我醒咗，醒咗啦，系咪我得见王子啊？小朋友中意瞓晏觉，但系夜晚就喳喳跳喎，令到爹哋妈咪好头痛咧。不如善用下昼时间，带佢哋去食英式下午茶，顺便学下小礼仪啦。正宗嘅英式下午茶，点心分三层房，最底层主要系三文治同小点，中层有泡芙、红莓面包，最顶层嘅芒果奶冻，似唔似发光嘅珍珠啊？呢一款呢，就以美女与野兽为主题。呢、这个朱古力三重奏，外表乌卒卒，食起嚟甜丝丝，唔通就系野兽王子嘅化身？份量太多，一早为小朋友预备咗两层嘅迷你版啊！好啦，王子就喺度啦！耶！